看他今天情绪是什么吧。他是老爷。好，他不太想理我，但我刚刚很好，不知道他现在为什么不想理我。他喜欢跟我玩一个游戏，就是我拨开他眼睛，他就都不会张开。喵，我刚刚就是这样子，很好。偶尔等一下，他就会不小心又要跟我绝交了。就你看，他又跟我绝交了。耶，老爷应该觉得不要再烦他，他想睡觉了。我不吵你了，老爷。老爷的坐姿是胖爷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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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己坐。握握手，好朋友。哎、欸，就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。哎、欸，老爷跟大家说拜拜。可以吗？大家拜拜，拜拜。